家好，欢迎收看均匀园艺。长寿花开花前便是一种不错的观叶植物，开花后小花拥簇成团，更受人喜爱。有花友抱怨它光长叶不开花，其实用两招，长寿花迅速开爆盆。一、花期少施或不施氮肥，过量使用氮肥是长寿花只长叶不开花的主因，可以捣碎鸡蛋壳埋土里，鸡蛋壳含有丰富的磷钙元素，但由于其需要时间降解，一般两个月后才能发挥肥效，所以促花肥可以用速效肥、磷酸二氢钾，将其兑水配成千分二浓度的溶液，每月喷液两次，对花芽的形成促进作用极大。二、花期控光，以达到短日照的效果。控光使它的光照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，夏季建议在通风的前提下，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完全遮光，这样大约一个月后长寿花便会冒出花芽，此时便可停止遮光进行正常养护了。当正午时光照太强，稍作遮光保持60%的透光率，对花朵开放长久更有利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，下期再见。